的大师哥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，唱功更是了不得。张云雷不仅是德云社师兄弟们学习的榜样，也可以说是许多德云女孩的老师。刚开始可能德云社的女孩只是为了能接上张云雷唱的曲艺，看张云雷在台上惊讶的表情，德云社女孩们都自发地开始学习曲艺。张云雷在台上唱，粉丝们在台下唱，就连郭德纲都说捧张云雷真不容易，还得背词儿。捧张云雷可真不容易，还得背词儿啊。而得知粉丝们有如此的能力，张云雷也是经常给粉丝们留作业，考核粉丝们的唱功。哦，你新人呐？哟，那我得考考你了。唱谁呢？那段时间里，可以经常发现张云雷的粉丝在网上交作业，纷纷在私下练习张云雷所唱过的所有歌曲。张云雷也成功地将德云女孩从夜店拉回到小剧场。张云雷在台上表示，谁说传统古曲没人听？谁说传统古曲没人听？张云雷可以说是成功地教会了德云女孩们唱古曲，但如今张云雷也碰到了让他头疼的学生，他就是郭汾阳。近日郭德纲在视频平台发了一段视频，视频中张云雷正在教郭汾阳唱古曲，可以说是非常的用心，一句句的教，而郭汾阳却一心只有手中的小青蛙，最后还被小伙伴叫走了。安姐，今天忙就唱，你叫你唱大鼓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忙就唱一句，你学一句行不行？好好好，行行行行行，来开始吧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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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最伤情，最伤情。安迪在唱书，好。看到安迪敷衍的样子，网友们也是纷纷调侃：安迪哄毛舅辛苦了。毛舅还没有青蛙好玩。还有网友表示，让张云雷也感受一下当年郭老师管教他们这些毛孩子的无奈，而且还是亲身体验。特别是看到安迪的调皮的小眼神，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也有不少网友表示，安迪虽然没学会，但是我学会了，要不然来教我吧。不得不说，张云雷在曲艺的传承方面确实做出的很大的贡献，不但把德云女孩从夜店拉回到小剧场，还成功的让这些粉丝爱上了传统曲艺，并且一起学习唱传统曲艺。相信有了张云雷的引导，传统曲艺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网友们也是纷纷呼吁张云雷出个完整版的教程吧，大家一起学习，你们觉得可行吗？